这个每月是要来向咱过去一冬以来为着台湾共同关心、共同行动来打拼所有姐姐台湾乡亲，咱台湾社会即马还阁无公义，咱的台湾即马还阁无民主，咱台湾即马嘛还阁无咱家己的国家，所以咱爱推翻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颠倒，咱爱建立台湾这个国家了。公道是人民的权利，立法委员选举的制度是咱的干涉民权，集会游行是咱人民言论的权利，颠倒。所以，咱一定要来要求台湾流氓政府用咱家己好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咱社会的公义才有法得到保障。三妹，我去高雄欢迎阿扁的严雅婷，搁再甲咱阿扁啊关进去土城。对这种不公不义的政府，咱绝对要来甲推翻颠倒。我要来请教咱今仔日热情的乡亲时代，咱公道给台湾人民过去不公气，咱要做到当时，咱要做到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给咱甲推翻颠倒。咱要做到阿扁阿总统会当放出来颠倒，但是咱的行动嘛有一挂限制。按2008年10月2日开始，咱逐天拢有一个募款箱，伫咱的基地在募款。咱公道给台湾人民，甲咱姐姐乡亲，那有法度抗争，嘛是爱有敬畏，对不对？但是大家了解，今仔日毋是要募款，今仔日是要感谢。但是咱也无敬畏，嘛是做袂来，对不对？大家有想要抗争无？民进党选举是有进步，但是咱完全要靠民进党来选举，有无？有无？选举咱来甲支持，对不对？但是咱有要抗争无？有要抗争无？那无要抗争啊？咱的钱若用了，咱就要收起来，啊！所以，咱就随时要检讨，安怎做对咱台湾上加有利，对不对？所以，今仔日吃尾个，咱是一个反省的日子。咱若要继续抗争，明年再过来吃尾个，好无？所以在这里很多谢，很欢迎，感谢大家过去一冬以来的打拼，但是咱大家要坚持，未来的路途还阁真辛苦，大家不能放松，选举要胜利，但是台湾人民要有自己的行动，对吗？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感谢大家。坐过来，我要来请邀请大家，因为咱公道台湾人民在行动的时阵，拢会唱两条歌，一条歌就是台湾水星，一条歌是海洋的国家。咱是不是来邀请大家站起来？咱来唱台湾的国歌好无？来，请大家起立。咱台湾的水星，是我的左手边。啊，大家若
会晓唱，来加做伙来唱，啊，来一、二、三，海朋友，西南海边，你的家在万水间，沙尖荷花般同地，见过他。第二句，台湾民族主义万岁！啊，画三遍，啊，还来对我画。台湾独立建国万岁！台湾独立建国万岁！台湾独立建国万岁！台湾民族主义万岁！台湾民族主义万岁！台湾民族主义万万岁！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